再来，各位，你刚刚有没有看到这个一只一只真的？还记得吗？我刚刚讲，只有 Intel 的 CPU 在用这一种呢，我们把它叫 PGA， 叫真格阵列。各位，请你特别注意“阵列”这个字哦，这个字在课本的。273页，在工程上哦，只要讲阵列，就代表某一种结构一直重复，就叫阵列。有听过这个字吧？就是好多相同的构造一直这样重复，所以各位看到好多帧一直这样重复嘛，叫做真格阵列。所以各位看这个图，有没有看到 IC 在内部是打线封装，外面用真格，有没有？里面是覆晶封装，外面是真格阵列。刚刚不是有传一颗 Intel CPU， 就是属于这一种，有没有？还记得吗？刚刚不是上面是覆晶，有个强力胶嘛，下面是真，有没有？